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神知识，大家熬早，咱早起咧，继续过来讲解啊，易经心法，易经风水面面观啊，社会啊，因缘和合啊，上天的慈悲啊，宗教啊，浙江社会。有诶咧，对这内心开发，大家咧，这个迄条良心发现，啊有诶咧，对外面咧，周围诶包围啊，互人伫世间磨甲七窍八窍咧，然后才要来修行诶嘛真济，所以无论对内底开发出来，还是对外口磨，才要进入内底。啊，这完全在于一个人伊的感觉性，甲伊的因缘的关系。啊，曾经咱就以信徒弟子，啊，伊就起来先佛寺。啊，起来咧，伊甲问老师，老师，啊，风水对一个客家敢真正遐重要？啊，对一个人敢要遐重要？我当然是重要。风者，咱呼吸；水者，咱的流通运作的流通。所以风水对一个人、对一个客家，伊的重要性呢，这是完全百分之百，你袂当去甲否认去。那么这些信徒弟子啦，老师，啊，人若师傅啊，啊，拢讲我迷信，迷信风水，叫我风水唔通迷信。我看风水，我嘛无叫你迷信啦。哈，你唔相信风水，但是你已经生活伫风水内底。我请问，是毋是迷？你有迷去？有信无？老师，啊，阿公安尼，我都过去的观念都错误去啊！我本来就是安尼。你会使咧晓认风水，但是你无可能离开风水而生存，这是千真万确。啊，我无你图画我看，啊，无伊啦，图画咧是啊，啊，处前处后咧，吼，结果是这个形啦，啊，现在咱看这个图嘿，啊，伊个这间厝是伊个。啊！一对面呢，这红灰巷，这里巷啊，哈、哦，差不多两尺甲三尺呢。啊，这个比较多，哈、啊，比较尖，两个尖，两个尖，它写出来的来。啊！这间厝咧，伊都开中门，来，我讲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啊，恁家开刀开几个人啊？现讲破咧开刀几个人？无啦，那老弟，阮家五个人啊，我开刀并开我看，一刀破开。我某开刀咧，腹肚边挂一刀，大大刀，险要死。啊，阮囝咧，车下咧，弄甲脚断手断。啊，查某囝咧，吼，阿妈是歪果起床，一家五个人无一个安宁。我请问，这是迷信还是事实？如果老师安尼做事实，我较早大白了伊作病安尼，我来帮你带一间厝咧，家内家庆不宁。在一中中，钱红土气红过，啊，出去红龙过红过，
啊，开刀嘞，医生嘞，我嘞足好，医生甲开刀嘞，毋知安尼三开四开嘞，厝一定打去，我都要再开三遍。我包括即间厝安尼几年通伫安尼已经4年甲5年来嘞，我干那母即间厝母出来底身体安尼话，我去请教真侪修行人甲讲，啊，我迷信即外道的物件，所以我看了电视台嘞，你个电视当时我就讲，因为电视台你讲，我来请教个，所以啊，我讲风水人。那唔捌的事啊，你都唔通随便去批评什么外道啊，什么迷信。即我对72年啊，开始印证个带来有30几万人的信徒中间呢，印证是有够侪，有够侪。所以人嘛是自然就一个小分子，厝伊嘛是一个分子，厝产生一个乱流的电波啦，咱人嘛是会互乱流的电波咧。啊，个气咧，影响着咱的好福。等于我叫你就搬走，你无闲了住，无住住咧。等于咧，才可以紧的搬走去换一间厝啊，去租一间。租一间了，刷电都平安，刷顺时。所以风水啊，甲易经啊，吼，这都息息相关。甲咱人行街，人就是啊，不管有修行，啊，你信什么教？拢共款，风水就是风水，风水无分教，风水是真理。哦，所以大家呀，咱不要开玩笑，对自己开玩笑可以，你不能对你的厝内底的人咧开玩笑。你我都接受讲啊，我无要紧，我业无来，我欢喜收。但是你厝的人，我都接受。怨叹，你直直怨叹，你该叫你收无用，无可能代志。那么针对这个代志啊，咱风水咧。啊，甲这寺庙嘛是共款，徛街嘛共款嘞。那么至于嘞，咱风水甲寺庙的关系，是不是有关系无？咱现在会使请圣神，依照简单的卜卦法、卜卦方法、数字的卜卦方法，哈，咱来试看嘛啦嘞。啊，咱会用来请圣神，甲你开始嘞。好，那么卜卦以前一定要先请神。照常，吼，咱来合作个，真虔诚，任何一个所在都会使哩。你这本册放桌顶嘛可以，也是放边啊嘛可以，手提哩嘛可以，吼，任何一款拢可以嘞。然后嘞，你爱奉请拜请八卦祖师，你一面请神嘞，拜请八卦祖师，洪熙文王、九公、孔子、五代圣贤、智圣王、禅老祖、顺便真人、诸葛孔明先生、老平先生。九天玄女啊，本敬诸众圣贤本地主师福德正神白卦东主星卦东龙啊，只是圣卦，因为地主吼由于咱卦之书咧，关系这个风水甲寺庙的关系是吉是凶是正确还是邪咧？吼，不只有请指点圣卦以外，由于煞安尼几号？5号。关系的咧风水甲寺庙的关系是吉是凶是正确还是邪咧？不只有请指点圣卦以外，由于煞安尼几号？5号，好，过来就5号，过来咧，内卦三爻吉凶未判，再求外卦三爻以外，由于好来，错咧，18号。内外好，六爻以上转卦，再求动爻以外有余。来，15号，15，好，18，对八，一、二、八、十六，一少为二，于是叫做外卦。内卦五要是五，动爻对六，二六十二，三动爻为三，好，五者。好，五只，好，风，好，五只顺，啊，二只跌，好，这是跌，跌卦，好，顺卦，好，这顺卦为风，叫跌风大过。
哦，德正为水嘛，所以这个卦象呢，这个卦就是风水，风水嘛。哦，这是真正奥妙啊！德风大过会变卦，变做啥卦呢？好、哦，动地三爻，动地三爻，这三叫得水困。得水困者爱藏风助气，好、哦，那么再就在看书呢，哦，得风大过者，哈、哦。咱来看地方大过了吼，啊，154页，啊，地方大过154吼，地方大过154页，啊，咱来看154页的吼，啊，地方大过啊，动的第三爻，啊，动的第三爻，动的第三爻，地方大过了，啊，这。当在非常的行动啊，风甲水非常行动，必然危机四伏，哈，不可过度自信，失去一切助力，吼、哦，这个卦象，吼、哦，你一直风水甲寺庙的关系，吉凶如何？哈，啊，当在非常的行动，非常行动，你唔对的所在。好、哦，唔对所在咧，好、哦，必然危机四伏，不可过度自信，啊、哦，失去一切助力，所以啊，风水啊，啊，风水对咱人对事对你道场，啊、哦，当在非常行动，非常行动是啊，你唔对的所在非常行动。就是讲，风水下你着该啊该静无静，该动无动，该开门无该开门，无该开门靠开门，该关你唔关，该加你唔加，该加你着关，该关你着加，所以气该顺转你着变逆转，该逆转你着变顺转，所以你着非常行动必然危机四伏啊，危机四伏啊。哦，是真袂平安呐、啊，家庭嘛共款，徛计嘛共款，工厂、公司嘛共款，道场、寺庙嘛共款呐。好、哦，所以不可过度自信，咱毋通过度自信，讲我真牛，无牛。即风甲水啦，得风败过，咱毋通伤自信呐，感觉无代志啊。是不是啊？周围的气啊，乱啊，咱住伫啊一定袂平安啊，所以会失去一切的助力。咱住伫啊厝伫阻咱，结果毋对起的是啊，你住袂安，家庭不宁，乱搞。大自然的力量啊，互咱无法度用去我意志力去克服。比如讲，我水伫流，速速叫咧，江湖大海咧，你跳落我意志力，我克服克服，你造成叫流去。叫声死翘翘，乱熬啊！所以咱爱融入自然，毋通违背自然。你若违背自然者，哈、啊，咱就是逆天，违背自然的逆天。咱若顺人顺自然者，顺天。啊、哦，所以这里叫做啊，过来吼、哦，咱就看退后一步，这个卦象的开始嘛，真奥妙吼、哦。啊，非常时期啊，那非常时期的时啊，不能拘泥常规，你要吼、哦、啊，应当集结力量，采取非常手段。咱第二个问题，迄个问题是啊，咱爱集结力量，好、哦，咱爱去解好多从这里啊，个拘泥常规啦。你讲哎呦，无要紧啦。无可能个代志，好，无可能代志。咱爱采取非常行动，应该改善就改善，该脱就该脱，门该换开就开就开。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啊，一个大师啊，啊伊咧，有巴肚咧，巴肚拢胀甲足大粒咧，干呐流屎，坐坐发作就流屎，一工流七八届，几十间物仔流，流啊安尼咧。有一工咧，走来清洗老道，地主也出来。啊，老早就甲开始讲，你的
道场门开唔对，白虎现鸟，倒插白，所以你这个你一定对长三身体歹，因为吓唔知啥方法。我再看我门外位，闪过白虎门，闪过煞气，你改过以后咧，你身体就会健康啊！真正外门外位过咧，哎，闹赛好呀，就发作普度众生，啊，就发作讲经说法、讲佛法、普度众生。所以风水地理，你会使你讲无相信，但是咱已经生活伫风水内底，受着这非常的行动啊，甲咱左右去啊。人爱融入自然，毋是叫自然来融入我。人是自主尔，大自然遐大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咱毋通讲啊，我一定要大自然配合我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咱如何去融入大自然？要一代自然长存、长存，安尼才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。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大了，祝福各位。